来盘根了，这个是昨天炒的冰根，看一下这么深，这旁边的一根扁担下去这么深了，啊，今天给它抽干了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，期待有好的收获吧。水收差不多了，给它关掉，好多鱿鱼仔在里面。来了来了，这鱿鱼仔先给它抓了，哇，这边十九公，哎，你跑跑，哇、哦，十九公最好抓了，在水里面都好抓，哎，来吧。然后家人们说这十九公眼睛突出的，然后是那个死的鱼，家人们可以看一下，是不是这是不是死的鱼啊？哎，这边也有，这边捡十九公最好捡了。老夏，刚才有看到一条大货，哇，在这边，哇，可以，乌头乌头。这可以给它抓了，哎，这水流太多了，不好抓，干脆给它再抽一点吧，不然都看不见。抽了一点，好多了，看那边就看到货了，这边有，哇，鲈鱼啊，不错，哇，这个可以，哎，抛到那里去了，我这边有一条乌头，我乌头去给它抓，完蛋，今天回去有乌头贪吃了。有乌头贪喝了，哦，这么好，你还跑？我，这给力给力，这种回去炖汤应该味道特别给力。来，我再找。哎，刚才跑到哪里去了？就这么一点嘴，嘴一浑浊就不好抓了。这鱼跑得好厉害，快点出来，大全，等一下回去带你们去吃那个豆腐。很好吃的，鱿鱼仔太多，不然我就给他怎么办？哦，在这边，哦，咦，你现在你跑不了了，现在你跑不了，哦，给你这乌头给你，现在的乌头特别肥，再找一下，哦，还有一条躲在这边，哦，躲在石头下面，不认真看的话还不知道，哦，哦，哇，这条，哦，这条黑条可以，哎，你跑，哦，跑得了吗？你，哦，还真别跑。来来来，跟大家回家，哎，别跑了，哇，给力不？黑雕这个可以吃些，这样吃些，哇，躲在那边，被我看到他的鱼鳍鱼鳃了，不是那个鱼刺，哇，这个得一击击中，哦，哇，这条可以，哦，哇，哎，哎，又被我抓到。你跑不了，哇、哦，这条给力，走了，看、哦、厉害不？哦，他后面的那个是杀的太疼了，哦，来这几个石头给他扛一下，啊、哦，这算满面，哇、哦，今天给力，这新坑就是好啊，哎呦，先都省了。嗯那条鲈鱼是最值钱的，哇！啊，上面那个喜鹊在叽叽叫，喳喳叫，不是叽叽叫。然后，啊，难怪今天有这么好的运气，哦，收获这么好，这边都给他找一下。虽然没几条，不过有两条是值钱，我不怕。都是鱿鱼仔，好、啊、找了好久了也没有，喜鹊在旁边喳喳叫，在报喜。停，然后这个看见重货吧，我就回去把它给喂豆腐了。这条应该有个八连以上吧，啊，已经现在差不多，七只吧，不错。然后这条，现在这种的，一条已经差不多，一百多，然后这条给它拿去卖。啊，这两条乌头跟几条小的十九公拿回去，我去买点豆腐回去给他吃。走了，那我们就回去去。先。现在到家了，然后衣服还没换，这个鱼先给他做一下了，然后再去洗澡了。这个给他处理好了，然后等一下喂豆腐给他吃。大家看这乌头汤
煮好了一大盆，然后我老婆在家里煮的就是比较好，味道应该很好。然后上面还有，等一下到上面去再看。哎，看看现在开吃了，这田螺是我老婆昨天去捡的，然后这乌头汤刚才又放了两条进去，家里库存的。然后我奶奶今天也过来，我们一家人就开始吃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。然后喜欢大全的记得帮忙关注点赞，拜拜拜拜，我们开吃了，拜拜。